刘青云、张家辉、林嘉欣现身维园年宵市场宣传电影《廉政风云》，他们说已经好多年没来过维园花市了。我覺得十年冇行維園花市啦，係啊，所以今日都有少興奮啦嚇。我就都比較少行，但係我印象好深嘅咧就係工展會，我細個工展會，因為嗰陣時我細個窮喺屋企，咁啊，但係屋企窮咧都去完工展會買個鐵甲人俾我嘅，即係入電嗰啲咧，所以令我好深刻啊。咁啊，如果可以嘅，即係而家好多人啦，如果不過有陣時都唔嚟，都冇嚟都十年噶啦。咁以前我都會專登去下食下啲咖喱豬皮魚蛋啊，咁樣行下攞啲新年氣氛咁樣。嘉欣話已經辦好年貨啦，仲買咗碌柚葉嚟洗邋遢添。過年係啊，都係一件事嚟嘅，咁都想啲小朋友有翻啲過節嘅氣氛，咁所以都會寫揮春啊，玻璃又貼曬啲福啊，又啲剪紙啊，都會嘅。咁今年我都買咗一個嗰啲龍骨，呢叫咩啊？龍骨？唔係。哎呀，不是那些龙丝，什么舞狮舞狮就是小朋友版本的，那就在家里。那些古古茶茶那些有生菜行不行？要打鼓的嘛，用声打咯。生菜是真的踩车的，打算他们不是吃生菜。